亚索，皎月，还行，打个皎月。我还在寻找回家的路。把外边的全军出击。网页给关了。我在削呢，我叫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点。呀，女帝呀，中风，这好大呀，这聊天挡住我了，戳一下 ，A 戳平 A。中风，居然不中风。哎，我把这个指针挑一下。无罪浪迹天涯，一过来戳一下，一过来戳一下，一回来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中风。跟我俩走位上了，走位吧你，你走位吧。我戳，一过来戳一下，中风，一过来 A 戳，哎 W 挡住。中风，看看瞎子是不是在野区呢？左边插个眼的啊！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往右边靠点。一是，不用一了，戳一下子吧。一戳，一过来。一口耳链平 A， 他生了，戳一刀再 A， 再 A， 一过来 A， 戳 A 闪现 W 点燃接中风，还挺野蛮，回家呀，差点钱呢。差了70块钱，这我得再收一波。打不溜戳 A， 中风。上了的，这得走了啊！这带不走要死了。回家出我们的攻速牌去。皎月皮肤帅呀，至真吧？是不至真？啊，女帝至真吗？瞅个地儿，瞅着有点笨重。我也至真呢，我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这真实伤害至真。走，往上走。这边跟蓝枪干开一口，干开一手。这个天使，这也打不死人呢，没得虚区啊。打换溜呀，戳一上来平 A 戳一走一回来一口耳链平 A 接。头溜坑痛 ，A 戳谁来了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戳一下，一回来，
中风给他贴膜，我不用你贴膜，我告诉你，中风，我看看他们家有没有 F6 啊，给他 F6 给他清了。打你个小鸡儿，来再清一波，这波可以吃一波他的塔皮。哎呀，小月下去了啊，小心点儿，打吧六阶中风，我回家了。我们八级74刀，他46刀。再见，回家小叉子带个针眼出门，有点无敌了。小月怎么死的？这小月，哎，这哈子一扣耳链，还有我这哈子，来一扣耳链 W 住，一扣减盐，先杀小炮，没事 A 戳平 A 平 A 戳，善心还挺多，个大狗熊，哇，中风。再中风，吃你个小鸡儿！哎呦啊！中风茶眼接大招，戳 A 平 A 戳 A 一 A 中风平 A 接平 A， 个老哈子，戳，我再戳。中风接一，一走戳一下，这哎呀，戳反了，再戳 W 挡住，接中风，接中风，接一口耳链一回来，接戳，接中风，接闪现，快快快快救救救救救救救！哎呦，丢缸了啊！这个。狂妄了，来个幻影之舞，没事，小月把伞交了，我们下波把这个双 buff 再给他拿回来，哎，就完事了。多少钱呢？1000块钱，我天！1000块钱有点多呀。鸡呢？为什么现在戳鸡戳不到啊？
中锋戳 A 戳中锋，你爱补不补？还是跟我俩猥琐？我让你知道猥琐是没有用的。爬着在我右边，嗯，没在我右边，真是猥琐呀！中锋怎么的？离我就十米远了呗，就开始中锋，装 buff 就是不给，就是不给。行，一会儿再杀你，别着急。我等你的 buff 没了就行，早去一波下路。顶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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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住！一 Q 先拆塔，中锋接大招，点燃戳 W A 戳 E， 一过来一 Q 小炮。哇，这小炮跑得有点快，啊，这小炮跑得有点快呀。三杀不行，杀一个。皎月来了，皎月来的慢点能三杀。慢慢跟着皎月打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比他的这个经济多的很多的，慢慢跟他打，猥琐的让他猥琐没关系。风给我起个飞，中风接大招，平 AQ A 戳平 A， 一 Q 耳链接平 A， 接中风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小炮呢？哎，可以。有没有勾？能勾着不？好勾，中锋。1500，先打个鸡，打完鸡再打红，谢谢。中路怎么回事？戳 A， 闪现 A， 一 Q 平 A W A A 接中锋 ，A 接大招，一过来戳，一过来平 A， 平 A 戳，平 A 平 A 接中锋回血，一 Q 耳链一过来戳一下，看看这边怎么回事，来，中锋，往这儿走来，一 Q 耳链套点盐，平 A 戳 A， 大狗。中锋，不行了，这不能打了，回家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不行啊。
来抽个大魔看看，我看你们怎么打死我。狗熊天使加皎月，我出个大魔坑。我直接给大戳，哎，一出去也戳，接中风，挡住戳，再戳，一上来接中风，来。踢我，戳，接中锋平 A 平 A 戳 A A E 戳一下，再平 A W 一手接中锋平 A 再 A 戳平 A 戳中锋，太右了，真的右，勾他，他敢上来就勾他啊，直接大的。把他野区给他收了，亚索不出无尽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虚区不够啊？小龙打了，风好了，把他红打了，我们杀不了那虚压的，算了，这狗熊跳弹戳 AAA 戳平 A 平 A 再 A 接中风接大招戳W 住 A 戳平 A 中锋 1A 点炎戳 A 戳，不行了，这虚区太高了，这虚区把那蛤子给我杀了。哎，你上他下呀，那也打不死啊，干哈呢？哎呀，这怎么死的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居然能死了。我们来把血魔流，血魔流，184219 219 80暴击吧，不要百分百暴击。我们出一个饮血剑配一个破败，回首往昔，这把有机会双封，给他来个双封吧。一 Q 一过来戳一下，平 A 中锋给大招点炎戳，闪现斗戳 A 接中锋，一过来平 A 戳 WA 一 Q 一 Q 耳链，一过来一 Q 耳链平 A 平 A 戳，先走一波 A 戳平 A 再 A 再 A 一 Q 耳链 A A 戳戳一下，一 Q 耳链平 A 平 A 接中锋，我操，
二换三，还行吧，凑合劲儿。天使那个翼把我给翼死了，美德把我翼死了，再斩杀的怎么玩呢？我一点子，你要连狗熊都打不死，兄弟，那你可太是小笨蛋了。这不行啊，看来这月塔肯定是不行，不月了，咱不月了，闪着他们。老直接把我集火了，我们去下路不越了，救一下吉姆，快点来！哎呦我的天哪！这还是个右虾，你看着吗？狗熊在干嘛呀？杀狗熊，戳 A， 一 Q 耳链，平 A 接中风，戳 W A， 戳，能不能上高地？不过我的虚区确实有点低，来一 Q 耳链接大招 A 戳，拆基地，拆高地，戳 A W 再戳。一扣二练平 A 一走，点烟戳，再戳，哎呀！哪来的这么高的虚区？饮血剑配个无尽吧。为什么 A 裹着？还行啊，唯一身边就这一个蛤子，应该不会 A 到其他的东西，就在这里呢。来吉姆，啊，可以，见样吧。红有没有？去看个红 buff。明白了，下巴来积木。这么老些人，一 A 接中锋，不行啊，蓝莲汉呐，这哪能行呢？这可不行了，这。刚这波其实没玩好，刚这波玩好了，小炮可以死，小炮死了，他俩打不过我，就他俩一个右虾加上个破脚月的，打不过我。那小炮风没中，歪风了。没中风，玩的稍微有点急促了啊，有点急促了，急促了，稍微稳一点，慢一点，太急了。这波是跟队友团呢，还是我们去推下路呢？嗯，都可以吧。
我先把下路带一下。暴击一出会转换攻击力，对，我15%暴击会转了十点暴击，不是10点攻击力。队友呢？哎，又他妈5个人！我靠！哎呀，玩的好烦。蓝电汉不能越塔了，蓝电汉听见没有？见到人第一时间是先跑啊！见到人第一时间是先跑，给你们嘴巴子！下回啊，千万不能越塔啊，千万不能越塔啊！看着人第一时间是先跑，而不是上去死啊，不是上去打，记住没？啊，记住了啊，记住了啊，记住了。连死好几把了，走。这没必要，我们马上到，积木上去勾引一手，上去哈哈哈去。完了，积木要死了，积木。给我杀！尤其是这天使，我他妈戳你屁股！给我杀！嗨呀，这维恩全收了，打工人了。闪现让我逼出来，往维恩脸上送。哎呀！你还想玩一会儿的话，我们可以来拆上路。中风，干嘛？先啥子啥子？中风，你还自己还上来了，还自己还上来了，我把那皎月给我杀了。